晨在北京举办演唱会，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持，其中高圆圆也前往朝圣。高圆圆近日就晒出多张与朋友去演唱会的照片，另外也分享了 Vogue。 只见高圆圆打扮休闲，戴着帽子和口罩走进地铁买票，不过完全没有其他乘客认出她来，就连进到演唱会场内也没有人发现身边就是高圆圆。许多网友看了纷纷笑翻，直呼这车厢的人不知道自己这么幸福过，这么美都没有人认出来吗？另外高圆圆的精致美貌和保养超好的肌肤也让众人大赞不已。Bye.